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Doctor， 欢迎大家收看一分钟健康资讯。咁呢个时候咧，就同大家介绍关于皮肤嘅问题啦。系咪睇到有啲人嘅皮肤特别靓咧？有冇发觉得到？OK， 咁咧好多时候咧，我哋嘅皮肤都要需要照顾嘅。咁样我介绍你嘅照顾咧，就唔系搽几多嗰啲保养品啊、护肤品啊，或者系嗰啲 BB cream 啊、CC cream 嚟到遮住晒嗰啲黑斑，唔系。我是幫助你的是內臟 的健康，令到你的皮膚潤光煥發的。這樣呢，通常呢我們很多時候呢年紀慢慢大了，我們的那種黑色素呢就會慢慢浮面在你的皮膚上，造成一些黑印啊、暗淡啊的顏色，並且呢皺紋呢會越來越多的。有沒有發覺那些年紀大了眼睛皺紋越來越多，魚尾紋越來越多，這個法令紋越來越多，還有這個火車爐都越來越多的。這樣呢，今天我哋咧認知道呢個 Ribose-D 咧係能夠幫助你咧令你嘅皮膚越嚟越靚，減少你嘅皺紋嘅，因為咧佢係用油做噶嘛，油係能夠滋潤我哋嘅皮膚噶嘛。當我哋嘅皮膚得到滋潤嘅時候咧，你話你係咪會越嚟越靚咧？係咪？所以咧，當你食咗呢個 Ribose-D 嘅時候咧，你嘅皮膚就會得到全新嘅滋潤，令到你的皮膚咧減少皺紋。同時間，如果你能夠食埋呢個 Ribose-D 嘅話咧，佢係幫助你嗰種黑斑越嚟越少嘅，係會減少黑斑嘅，呢、這個就係叫做 wrinkle 啦。所以咧 ，wrinkle 係減少皺紋 ，wrinkle 係減少黑斑喎。要唔要啊？一樣咁靚嘅皮膚 ，OK？ 希望呢個產品能夠令到你越嚟越靚，唔單止係外表靚，內臟都一樣咁靚。OK？ 如果你有興趣嘅話咧，請打電話俾我，聯絡我呢一個電話號碼 ，WhatsApp 我都可以，歡迎你詢問更加多嘅資訊。多謝大家。